今年的情人节可以跟我爱的人一起过，就是我的家人，然后我的亲人。对，情人节最重要的就是一份心意，就是要让对方明白你自己对他的心意是那份爱是最重要的。对，简单爱，大家可以通过情人节这一天呢，拿上玫瑰花，去向自己喜欢的人去深情告白，爱是唯一。